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戏说台湾。为着追求美丽的幻影，迷失坠落一座不夜城，为着追求梦中的繁华，想要改变运命，是你伤着我的心，才知痛；是你打醒我的梦，才知惊。放弃了我后悔全无的孤单，古早人对土地敬仰，造就了乡土神的由来。天公地母，皇天乡土，地母在道教当中的地位，就正如天顶的玉皇大帝同款，住在大地山川，是万物的母亲。民间地母至尊的形象，是正手拿佛顶，倒手提八卦镜，八卦镜会当做万物收妖魔。相传台中神土堂的地母至尊，都要用八卦镜收伏魔神呢，因为地母至尊掌管土地一切。信徒无事不问，地母至尊也无事不办。所以讲，天公地母，皇天后土。地母娘娘所属的半瓶子，为何是化解阴阳之力的关键？小路八日天，那火焰之锤到三更，连失去记忆的倩露，也降伏在伊的身上，要找人洞房了却心愿。七情少爷要见梦车，求小路来牵线，所以话牵出了梦车为大宝变色的秘密。请收看今仔日细说台湾，地母多在小路。庄头大户人家四家，有一道墙隔开一口井，半边在厝内，半边在厝外。原来半边这是大少爷文林的善心，目的是要厝边头尾拢有水通用。不过想袂到，这口半边井竟然引来了家破人亡，这背后搁个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关系。地母至尊，母娘在上，启禀母娘，在母娘的管辖之下。大地五谷丰收，山川四海太平。唔知母娘来到小神这个半边镇，唔知有啥物指示？小神，你属于五家神之一，一家大大细细，甲水有关系，你拢爱管。你敢知影为啥有一口半边镇？小神当然会记。本来这口井是完整的古井，也不过中隔一道墙了后，变作内外两边在使用。内边的井水小污这口井的四架，大大细细使用。外面这边小无能力污井的村民使用。讲起来，这就是四架大少爷施文林的心愿。若要挖一口甘甜又搁有灵气的古井水，讲起来真无简单。加在经过母娘你的指示，伊才有法度完成。地母至尊母娘，施文林，你拄只发的愿，本尊拢有听到了。本尊答应你，我借着天地灵气，会当互你找到一口。又搁有灵气，又搁甜的半瓶井。感谢地母之尊。施文林，你着找一个吉时吉日，在你的后院准备七盆水，摆出七星阵。你到边仔观察，看倒一盆水发出光彩，你着对的方向一直改挖，你就会当挖到又搁甜。又搁有灵气的半边井，古井落成迄一天，杨公是完成了施文林伊要帮助村民的心愿。啊，讲起来，施文林伊本身也有伊的私心啦，伊希望逐天拢会当看到伊心所爱的人来遮抢水，
来这洗衫。讲起来，徐文林原来是一个痴情的人，杨哥想不到半边之下是情缘，情深缘浅万古恋，一缕幽魂啊，无人管，等待情路。眼穿，真是我今仔日来，就是要来甲你提醒，这口井的水，骨较深，莫用树呆；骨较深的温泉，嘛着爱化解。所以讲，这个幽魂，都由你来处理。你就要好好啊拜解哦，小心遵命。古早人讲天公地母，地母之尊掌管土地上的一切。伊所讲的一粒冤魂到底是啥人？当初世界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后来呢变作袂当讲的秘密，我平真要搁起波浪啊！地母甲真神是变作拜解呢？三，你要成亲啦！恭喜恭喜哦！对啊。时间吼，恁都来给我请哦，无问题，我吼一定包一包足大包红包送你，马上我结婚啦！哎，阿祖阿外阿叔，你看，边头遐有一个不死鬼，伫来咱头看呢。啊！未来咱乱不输鬼啊！哼，你甲我偷看创啥啦？我感觉伊是咧甲我偷看咧。伊哦，是咧甲我偷看啦。哦，物件收收的，紧来走啊啦！好啦，哎，差不多，你来走啊！走啊！阁无人陪我开讲，有够无聊的啦。拢是你这个不死鬼，是安怎要来破坏我开讲的气氛啦？好走。来，哎，本小姐。恁祖妈在跟你讲，你无听着啊？洪总，你已经离开一年啊嘞，当初我这破病者，就是为着要逐天跟你见面嘞，即下你都无在了，我老子到底是有啥物路用？有啥物路用？啊！原来是一个痴情的查甫人哦。嗯，是安怎？查甫人对我这么痴情呢？好啊啦，莫哭啊！迄人死就死啊，也袂活啊。莫伤心。哎，哪安尼啊？我是鬼，伊是人呢？我手应该是摸袂着伊啊，过去一个看卖。啊！哎呦喂！我的脚，哪里啦？玉兰花盘开。这西草鬼啊，一定得救活的。奇怪。这西草鬼啊，
早都跟你警告讲，不准你甲犯人点么高高低低，搁点么乌白来，看我七七剑，来不来？救命！啊！喂，阿娜嘞？啊啊啊！你给我走！你好大你！哎！天！天！老黄灯，我先来走。干嘛？我老黄灯，你走到去，你哪里去啊？呀！来，嘿，你给我走。哎，这位道长，嗯，你今麦是创啥啦？我咧掠孤魂野鬼。哎，野鬼？这有野鬼啊？你两个呀？是啥物代志？你吵吵闹闹啊？啥物咧吵吵闹闹？我操！这位大叔，等你别讲哦，慢点别讲哦。无啦，阿你我。文静啊，我哪会感觉迄个人看起来平时个平时？来，啊啊啊！来来来，啥物事？啊，你是咧创啥货啊？我咧掠鬼，你敢拖在创啥？无啦，啊你拄仔讲你咧掠鬼，啊你唔着看会着鬼？我借问一下吼。迄口半边井啊，迄边吼，敢有啥物鬼无？啊是查甫啊查某啊，生做啥物型啊？那奇怪呢，一般人若讲到鬼吼，吼我咧惊甲走甲喷甲紧的，啊你若对鬼才有兴趣。酒鬼对歹命这尼有兴趣，敢讲伊要找的就是半边井边的女冤魂，因之间是有啥物关系呢？奇怪呢，一般人若讲到鬼吼，吼我咧惊甲走甲喷甲紧的，啊，你若对鬼才有兴趣。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我上爱迄个人，唔知会伫遐出现无？啊，若会吼，啊你搁看会着鬼，就当替阮两个牵一下线咧。我吼，我会当甲伊见一面啊。歹势，人鬼殊途，阴阳两极。这款要求我做袂到，是嘞。稍等下啦。我终于找到你啊！你莫走，你紧来带我斗三工。人鬼殊途，谁做让我对条条啊？你莫走。走起啊！没有诶，我娘爱来找来斗三工。哈哈哈！抓到啊！诶，你敢那看会着我呢？零零零零零零零，一定好，死到这冤枉，才有这么重阴气。是讲，伊敢那真正看会着我呢？伊若真正看会着我，我就会当做朋友啊！我一定要把伊找出来。来，我又到这来啊！玉兰花香气愈来愈重，你我讲得就知影，一定在这。哈哈，好佳仔，我也是躲过这关了。你的面色哪会这歹看哈？哈，
明明就看得到我，啥做歹甲我讲话啦？你莫离我高点好无？我巴腿离我远个啦！你真正看得到我，听得到我在讲话哦、喔！做伙做伙，咱做一个朋友，做朋友做朋友啦哈！快点啊！那个给几个？啊！你嘛看得到我哦！做伙做伙，安尼我就两个朋友啊！我无想要什么朋友，我嘛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我只想要安安静静一个人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只要你甲我斗相共，我唔来走，嘛会帮你完成愿望。你讲好无？你过错，安尼你要给三金啊？哎，你在讲啥？讲较大声的啦！啊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今麦日头这么大，要等暗时啊，我才有法度。那安尼，你答应我的代志，该讲到做到，知无？没问题。哪里是你的对呢？来烧一挂金纸给你用，你就要好好啊走，唔通心存怨恨，好无？桂红啊，想袂到你到今仔日，还阁会记洪祖爷这里。哪会当袂记得？洪祖死了后，阿爸嘛因破病死去啊。文玲因为太过思念洪祖，太过伤心，煞来去离家出走。到今嘛，已经一年啊，拢无消无息。这间厝已经拢无共款啦。一直以来，我拢派人去找阿兄，啊，不过不管哪找，拢是无伊的消息。我先去烦恼伊的。桂芳啊，好啦，时间无早啊，你赶紧去休困。啊，这物件啊，小等一下，我收收着伊了，好。嗯。这么晚吗？是谁在弄门啊？嗯？哪会没人？哪会安尼啦？真正是我听唔到。人讲一人地唔但两人意，小女要替囡仔完成愿望，想做要找桂芳，这位小女到底是人也是歹命啊？哪会安尼啦？敢真正是我听唔到？你是啥人啦？你唔免惊啦，我袂伤害你的。我只是想要请你斗三工。斗三工？是安尼啦，我听讲你是上有名的三宝，我想要请你替人接生。这件代志足着急的，若是要赶去过的话。因母仔仔拢会有性命危险，我拜托你啦，赶紧倒来。
要到啊无？在家，在家。就伫遐啦，你要到啊？哎呦，哪会倒伫遮啦？今嘛无时间甲你解释啊啦，请你伫遮替伊接生。好啦。我讲啥物要甲我做好朋友，带我安尼玲珑西家己就走去，哎，我找你吗？原来恁在遮，好，恁真正是秋玲珑的，安那赶拢赶袂走。出来，来，快快出来嘞！哎，过来，内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奈遮惨哈？虽然哦有小寡懒散，啊，不过有我伫咧，放心啦，有我囝拢平安无代志。阿母，我去甲物件收收诶。大惊小怪，哎，甲只大些创啥啦？如何嘞？大把头的查甫人，你是？你先听我讲，你千万唔通紧张，万免惊。无唔对啦，拄只迄个大把头的查某，伊唔是人，伊是鬼物。鬼物！俗语讲半暝的技巧暗算，小女神是鬼物，搁骗鬼风来接生，伊到底是人也是歹物啊？半暝这边阴魂不散的陆文伦，又搁跟世界有什么关联呢？明天在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题目多在泄露。Yeah.